还一个跟你们讲哈，动啊，我们今天早上讨论的，从静到动，从静到动有几种方式。我们由静要动啊，是不是？有几种方式动啊？一般的人最常用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肌肉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要动了，推我，是不是？是用肌肉力在动，用我们本身的肌肉力在动。第二个动是什么动？像小孩子是用什么动？用重力，是不是？小孩子在动的时候，他的姿势是不平衡的，所以他是这个样子的，他是用重力在动。当我们不平衡的时候，跟着那个重力帮我们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我的平衡在这里平衡，我不会动，是不是？我这样子失掉平衡了，就往后失掉平衡就往后动，往右失掉平衡就往右动，是不是？所以重力是一个，重力动的条件是从平衡到失掉一点平衡，是不是？一般的是这两个。重力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？是引力在前面的力，肌肉给的是一个推力，是在后面的力。武术你们刚才体会到的这个东西是另外一个力，我们自己身体里面一个主动的力。这个力，比方讲我的手在这边，或者我这样站着，当我要动了，我如果用这个力动的时候。当我撑起来平均的时候，我的力量平均在我身上，我不会动，是不是？可是我重新分配它，当我这个力量起来的时候，起来我给前面多一点力量出去了，我动了，这样能懂？当我这样，我的力量如果当起来力量是平均的时候，我不会动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当我要往前动了，我是把前力量给到前面的手去。你看我的力量给到前面的手去，我这个当起来的力量给到前面的手去，他往前走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说行动是力量在行动的前面，这个力量出体，这个力量出到你的姿势的前面去，到你的结构前面去了，把你带动，这是武术的动法。当我们这样在动的时候，同时结合了什么？重力的动，是不是？同时结合了肌肉力的动，这三个力量一起，但是启动的是什么？重点是在这边，你启动的力是什么？所以你用结构的力，我是这个姿势，当我要动了，我用这个力量动，我现在要往后的话，你看一个前一个后，这个手，我在这边力量起来，它不会动的，是不是？可是当我一要动的时候，我的力量的分配，你看，当这力量起来变成一个这个，你看我的分配是这个，它是不是就这样动了？对不对？当我的力是这个，我要往前去的时候，我的力量走这个样子，它变成这样动了。当我的力量是走起来是这个，你看我的力量给它结构的力量，我变成这里来了，变成这样动，这样不懂？所以你连起来，整个结构撑起来，那是一个力。当我们要动的时候，我要往什么方向动，要用什么姿势来动，我们是驱动这个力量走，好像变形虫那样子，这样不懂？所以结构没有断掉，结构没断，只是里面力量的分配啊。所以当我这个样子，你看，当我这样子，当我用这个来动的时候，我这样往回做，你看这个，当我这样动的时候，我的每一个地方的结构力量并没有断掉，
没有断掉，是不是？每一个点，每一个点都还是一个结构，因为我的力量贯穿它还在。我如果是这个样子就断掉了，这样就没有了，这样就没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所以要先练你会用那个力，你会用那个力，然后你会用那个力了以后，你再放掉，虽然放掉，它还在。这样懂吗？我不是说你从头到尾练拳，从一开始练到十年以后练都是这样的，不是的，它是一个阶段，而且你这个阶段要有，而且这个阶段通常要花比较多的时间，好吗？才有整，所以移动是在整的条件下来移动的，啊。所以要去注意我的分配是怎么分配的，我的布从这里，我的布从这里，一张开一抽起来，这个时候虽然前面是弓步，看起来重心在前面，其实两条腿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们自己试，你站一个弓步，把刚才那个筋抽起来的话，两条腿的受力是一样的。是不是这样的？两条腿合在一个力量上面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它没有前后之分的，它没有双重的问题，因为它是一个。所以你这个力量，我这个力量起来，你看我这个力量拉起来，它两条腿是这个样子，不是用跳的。你把当这个劲再抽起来，你两条腿是一起被拉起来的。这要很强，这个力量要很强。这个是烂，一开始练桩的时候就要练，所以一开始要花很多时间练桩。就这个力量要强到把你自己拉起来，你看，是这个力量。啊，所以当我在移动的时候，我这个力量在移动的时候，我要重心要移到那个地方去，其实不是移我的重心，我是分配这个力量，是不是？这个力量拉过来，分配它到这里，看不到，而不是分配重心，你分配重心就变成这个样子。说什么前七后三还是前三后七，是不是？然后再变成五五，再变成前七后三，不对了，你中间通通断掉了，晓得吗？那个没有变，这个没有变，只是移动那个力量，可是这个力量没有变，看不懂？啊，所以记到这三种移动方式，重力的肌肉的移动方式是每一个人都会的，每一个人他都在这样做。重力的移动方式小孩子会，我们长大以后慢慢忘了，是不是？这种力量的移动方式练武的才会，是练武的才要练的，这样懂吗？所以你没有动而动，姿势保持到这个姿势，姿势没有动，啊，重心没有移动，啊，平衡也没有移动，重心不移，平衡不移，啪动了，是不是？是力量，看，力量起来动了，力量起来动了，看不懂？啊，是力量在动。形态跟着力量动，晓得吗？这为什么要松？你的形态、肌肉、骨骼这些东西，它才跟着力量去走动，跟着力量变化。啊，好，来。